希望别人再给我任何希望，我就想要活这两年。阿旭没有走，阿旭手中的白衣剑变成了手中的麦克风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为了离开天窗，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，为自己打下七窍三秋钉。你这你便是说我坐霸王船？没事了，张公子高饮。很久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借我生梦与莽撞，不问明天。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，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借我纵容，就留下这几颗钉子。借我怦然心动如喝酒了。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阴荏苒。借我一呀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，请君赐教，请前辈赐教。请看光阴荏苒，借我一呀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言。得君为友，不枉此生。老温，喝酒去。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，你能坚持住把它做好，你终有一天会熬出头。借我不觉如初见，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。最高的34分，当然呢作为一场盛大的，我也作为你们坚强的后盾，你们也作为我们坚强的。但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。如果没有受伤，可能我就不会去死。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阴荏苒。过去就过去了，还是明天，还是能够微笑的面对生活，面对我们的工作。谈我没有觉得自己很惨，挺好的，过挺开心。静看光阴荏苒，借我一样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。我留下来，我是想看到中国队拿冠军。郑智老传奇，其实他差一点死掉。为什么一个人过生日可以有这么多人陪着？所有你看，感谢所有到场的粉丝，还有线上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理解。就是我一直觉得你们是一个，刚刚看其实有一瞬间差点就破防了，就是真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理解我，然后他会去体谅你的辛苦。以前也没人体谅了，就是突然有人体谅了，就感觉哎呀，没人体谅的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有人体谅的时候觉得啊，我原来这么难这么苦吗？其实没有了。我觉得就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因为你们存在，然后让我有了更多前进的动力，真的很谢谢。